女孩月经来了之后，男孩变声之后，这时正是长个子的时候，一定要给孩子多炖些有营养辅助的汤。这个田七桂圆鸡汤就很适合。田七可以强健体魄，活血补血；桂圆补气血，养心安神，让孩子睡得好。这是今天的全部材料。鸡肉焯水后，用清水洗掉血沫，这样煲汤清亮又不腥。焯好水的鸡肉半边，田七十克，桂圆十克，去核并切块的红枣十克，将一块去腥，加入 1.5 升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再最小火煲90分钟。90分钟后，加入10克杞子，加入适量盐调味即可。汤浓郁醇香，加了桂圆和红枣，甘中带甜，很可以哦。